还没发工啊，还没发啊，我要去看商店。试穿什么不用，直接买给你。爸爸买给你。等暴君来的吗？线上商店。我看一下哦。没有哎、欸，还没有卖。那等一下吧。哇，等不及了。想直接买给他，不然装模特又被你靠腰。对，对。不是啊，装那个模特不影响游戏啊。所以我们说什么、啊？影响美观啊！早安，早安。你要自己看得舒服，才玩得开心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装啊！啊，我不想装啊。啊，你不是你那时候有跟我哭啊？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装模特的人。哎、欸。欸、是啊，嗯，是啊，那你是不是技术比我差一点点？哎、欸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感官问题啊！你看，你看得舒服，你打得就顺。哦，好，那你装啊，我又没办法阻止你装。有啊，你阻止了我。那哪个的活动啊？现在装不了。大鸡腿，鸡腿。我看一下活动好了。饥饿什么肉的？熏火三堆，哦，这是凯玉的。不会吧，真的要重拍了啦 ！HTT， 加油！你是说饥饿不得了吗？对。我先去拍个照。哦，算了，等一下再拍，先去打你的。哎、欸，还有调查宁波，哦，这是给特别素材的。嗯，给那种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教我怎么用那个啦。哦，你现在就你们的 up 显示什么、啊？打开选单页面。选单页面，等一下 ESC 吗？是有道具装备任务的那些。哦，有吗？哦，要再看一次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对 ，ESC， 你们的是 ESC。ESC 是什么 ？ESC。等一下，再看机会所动画。一马达，动画好看，音乐也很好听，赞。水莲灯啊，安安，新年快乐 ！Oh my god！ 嗯，好 ，ESC， 然后选到第三个，嗯，有一个就最底下有个确认啊。哦，然后呢？你只能选择三个出现在你的巨魔的那个主页面上，然后其他的会隐藏在这边、嗯。哦，所以隐藏就还是会隐藏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有一个古龙虫，古龙虫，古龙种痕迹是隐藏的啊。嗯。然后旁隔壁的解析完成，就是说你可以叫的魔物还蛮棒的，好多、哦。哪一个啊？我来了。你看 ESC，、啊、你要喊骂脏话了。ESC， 然后第三个资讯的最底下那个确认特殊痕迹，第三个确认调查，哦，是这个确认调查吗？确认特殊痕迹，哦，看到了，哦，然后就会有跟你讲说你的什么什么挖割舍的，哦，斯巴拉西。啊，昨天明明有炎王炎飞龙出现，可是我不能叫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看到了他怎么在那么前面，好可怜啊！喂、欸，太好了，我刚刚雾山的照片又回来了，大师兄又回来了，我想把这照片可以加最爱吗？哎、欸，照片又多了一页、欸，本来只有一杠二哎。我先存档，气死了。一杠二，就只能存两页啊，现在变三页了。哦，吼，吼，吼。现在就是新年有活动，刷刷这些票，现金支付，大感谢定时猫的生命保险，哇哦，哇哦，不，我要使用。高级产卷，我不吃那个，我吃
这个，不告诉他们是什么。哇，这个猫好恶心哦！要接吗？还是我已经接了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酸掉了。看一下猫饭啊，没看过啊。哇，吃龙虾！哇，我现在有龙虾跟这是什么？哇，生蚝！哇，我看一下你吃什么？哇，生蚝哎！龙虾、生蚝。哇，另外一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完就被虾壳了。哇哇哇！我还没看完你吃什么就被虾壳了。痛风套餐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看看节操，就看节操，看节操，看节操。来，节操的。啊？你吃完了？啊、要不要吃啊？送餐送很慢呢、欸。你吃完了？啊、吃了。你看一下，有了有了。龙虾、生蚝跟那个那什么起司吧？那什么？那是起司吗？鱼翅吗？感觉这是还是鲑鱼肉啊？对，鲑鱼啊，哦，鲑鱼啊，可能啊，或是尾鱼。鲑鱼尾鱼，嗯，哇靠，猫咪，猫咪变超恶的。不是，我是说你那个猫咪是什么装备的、啊？我说我的吗？我是冰咒，我猫帅，冰咒猫。他的那个你要揍猫，对，我要揍猫。他的帽子还蛮特别的，欠揍，完蛋了，小心小心动宝，不会啦。干嘛啦？我想揍刘展龙都不行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想揍猫，我想揍长得像猫的刘展龙。是，怎么样？没有。好想快点吃完团圆饭回台北跑活动、哦，他活动一个月啊，不是一个月，对不起，二十天。哦，二十天，然后到情人节，还有时间的，二月十四号。所以是什么活动啊？我们活动到这个二月十四号啊。哦，你说这个活动？对啊。你会打啥？先打流转吧。我跟你说，回台北有活动，到情人节。观众，你赶快进来哦、喔欸！你再不进来，我晚点不陪你刷、啊。没有，你晚点也没办法刷、啊。现在有活动，有活动优先呢、啊。我连今天能不能一整天打都不晓得。我说再不进来，晚点不陪打重复活动啊！我们要先刷。你们要先打谁？刘展，刘展在那个啊，十一号外面。有，我在跑啦。好。我到了。好，我在正在路上。你们在打什么？新活动，打鸡腿。鸡腿。鸡腿。嗯，大锤的鸡腿。大锤的鸡腿。攻击不错，高、哦，好像可以到16000多吧。你不揍，这个墙是真的还是假的、啊？我那个是真的，那个是真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在看。我现在都很怕他那个墙是骗我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挖我的石头嘞。刚跟那个路人团，有个贴图让我好想要用。哪一个贴图？大熊彩龙睡觉的图、哦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抓他睡觉了，抓。啊、然后大家就松手了。买了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买、欸，因为感觉那是很早期的图。好，我现在看。要把这个砍掉，风险回避要多摆。嗯，土沙龙啊！等一下，我听到后面有火上升，有火上升。哎、欸，大哥啊！
我、哦、吃好慢哦，应该穿慈姑装来玩的。慈姑装，慈姑观音。哎，我抓到！啊！起爆！我看什么跑了？土山在后面追的卖力。安安，我像我。那下面的图。敲他尾巴！有，不敲了。啊，他硬，他软的，硬还软、啊，他硬了。攻！没有斩龙，场地没角龙，没事。我撞啊！哎、欸，渡不上去。我入三虎。独角角。老司机带带我啊！爆炸啦！插在他脸上，爆炸！感觉后面有车，我、哦、没有。没事。有啊，车在人处。无你的代志啦。有啦，等一下就是他的代志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先处理这个、啊。跳舞，跳舞，跳起来！我要装头十足了，我不管。争夺地盘哎、欸，厉害了！就这个位置。哦，我派哦。啊，结束了。往上摸，可以撞。他掰卡了，抓吧。我来抓吧，你们去搞另外一只。OK。哎，看这边，然后偷偷把他杀了，不给我们剥皮。然后换下一只，他们发掉你会知道。嗯，还在闪，还在闪红。我想我去补子弹，我还开红啊！我走、啊，龙爪好像准备要走过来，我走回去，对，走过去找他就好了。他是不是在？这样会跟土沙龙打起来。贝贝安安打，先敲个矿再说。仙人掌啊！这里有仙人掌。哎、欸，跑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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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想说，我来了。不是啊，我想说放个麻痹陷阱在那边踢个仙人掌，伤害很高哎、欸。嗯。最后伤害是1000哎、欸。我到了、哦。啊，我正在走，屠杀也过去了。偷刷，偷刷鱼，哎、欸，生气了！哇，没有土沙、啊，不是，他马上生气耶、欸，应该是刚刚的问题啊，没人骑他，对啊，啊，
啊，累累。好了啦。睡啦。是啦。咬鱼。咬鱼在地上。对。盘。我一直在看他。他翻肚了，他翻肚了。哎、欸。我的转身衣装。我晕了，我晕了，你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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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不去了，我的御神签定时没了，我不想活了。沙龙为什么抱起来？哇哇哇！有你成功撞到了。软化，哇！他不忘记给人家捅一刀哎、欸。杰米吗？安安，我好难过，没人杀粉救我。哦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救他啊？啊？这只咬鱼怎么还在跳啊？他想当鲤鱼王吗？我救他一下好了，下去，下去。啊！死掉了！然后呢？哦，不要看我，拜托。哎、欸，难得我这都不可能会跑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会这么痛啊？哎、啊。欸过来、啊，可以啊。有了，过来了哈。有一点点，那、啊、还不错哎、欸。嗯，你这个啊，我想要开始。哦，有一只飞下来的桃源箱被我炸死了。你们大过年的就在杀人？那是鸟。咬鱼也是哎、欸，那个那个谁节操杀的啊？什么？我什么？真的？那个明明就你超解后打到的好吗？啊，我没超解啊！我这样砰砰砰砰砰的声音哎、欸，不是我炸，他的是斩吉普，你跟他说超解，不然呢？那个砰砰砰是谁的声音啊？哦，不会是江枪吧？不是我啦！我听到我看到是爆炸效果，我翻记录台，他那个叫做熟解吧？哦，鼠贼啊！我要死了，我怕跑了。他去哪里啊？他跑去找警察。可以坐准一点吗？这假救不到，他灌过去了。我看到子弹确实是打在你身体上，跟他灌过去了。我不小心丢，我丢到谁？可能丢到我吧。哦，我丢到凶爪了。这叼着肉跑来跑去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把他的肉拿来做武器啊！是。哎、欸，你走开啦！好恐怖、哦！我靠腰！累了。我、哦、没有，还早。吃他的肉。我觉得这是蜜虫很大只，哇！破最大只剩可是没有大金，我天！没走，哦，掉路了。啊，没有光速看，好累啊！反腐叫鼠姐，你说左右键一起按的那个吗？属性解放，一个是超什么解放？节操解放。对，节操解放。
死了。你看一下啊死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看他的那根管子是嘟在脑门里面啊？脑内手术哎、欸，厉害吗？那已经是操作不正，插在那边的。哇，那个医生，我真的是插在里面，不是插在外面。根在那個、解剖完闭脑，又把东西取出来。忘记取出来。新年在那边放烟火。哎，白色小鸡！哎，繁星树，什么繁星树？我说你刚刚是维持。哦，没有，我刚刚要跳，因为刚刚是回集会区域，我在跳。哦。哇，你会关心我耶！两张票，两张票、欸，哎，两张票、欸，哎、哦，这两次区域有六冠呢、欸。我有给大感谢票，傻逼耶、欸！为什么你有？我有大感谢票，傻逼，傻逼，对 SP。我也要。感谢票傻逼。我吃、那個、用餐地区票肉。我有傻逼票了。对，大家都是傻。哎、欸，炫辉龙哎。哦。对啊。炫辉龙，都吸收是旧的，不算。对啊，金羊啊。旧的、啊。对啊，白金羊啊。二列撞墙要开始了，生产装备、武器，截图、嗯，一张就够了吗？没有，要两张。还有后续，还有后续啊！两张是做，哦、还有还可以升级。哇！我也可以做第一把，第一阶段的。嗯，看一下强化要多少。第一张，第一阶要两张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第二阶一张而已，我做了，我做了，我做了。那我再打一场就结束了，耶、yeah ！干！哇，他还有那个皮在那边飘，哇！哇！哇！我还差一张啊！接接接接接！大鸡腿！鸡腿！好吃！你们先接，先接。嗯。再吃一个玉神仙。御神千里目，哎、欸，不用了，只要一张就好了。猫的报酬金，你们可能会吃到 SP 啊。哦，好也是啊。对啊，诅咒你们这些拿到 SP 的人。啊，我没有拿到啊。诅咒你这个拿到 SP 的人。啊、好爽哦！哎、欸，那个 SP 只能做外观哦。然后装备啊。装备没有啊。我记得有啊，我这边只有精英阿斯特拉阿法是大感谢票啊，就阿法、啊，那只用大感谢票，不用那个 SP 的啊。哦，啊大前个 SP 是 SP 是做外观装备啊，你可以把它升级成外观装备。哦，哇，那真的五天后哎、欸，哇，猪猪你好。猪猪怎么长这样啊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有人接吗？我接了，我吃个饭就来。哪里有御神签哦？我想要御神签。第三页吧，还是第四页来着？他被挤到最后一页。哦，是哦。他原本在第三页的最下面那一个，现在跑到第四页第一个。可怜，可怜呐、啊！嗯，有这么多餐哦。金安安，有感谢之宴呐、啊。哦。对啊，他就被挤到那边去了。哇！这鸡腿真的看起来很好吃。最后说个，拿鸡腿出征了吗？
我拿啦、啊。那种鸡腿炸的特别有效果。丢包被丢了，打他一下还可以自己吃一口，很棒。我来挖矿了。拿鸡腿吸那个仇恨吸引会不会比较严重一点？先炸的直接冲上去咬你了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发现你的武器已损毁，重做一把。哎、忘记换，完蛋。哎，这个鸡腿是消耗道具，哇，太消耗了吧，跟东死大一样。看趴树，越新鲜越痛。啊，我又没捡石头。啊，不对啊，我被丢包。有要上了吗？啊，要上了，那就走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不从11号过来啊？我第一次拿到大刺身鱼，跑去钓鱼啊！别亲亲，好夸张哦！哎、欸，是不是大的鱼都鳍都会露在水面上啊？不一定哎、欸，不一定。哦，太多了嘛，像大火药金鱼就没有啊，还是很小只。走啊，太多了。不是啊，这么远、那個、你要撞谁？不要骑哦，不要骑哦。你这只鸡腿真的好没有杀伤力哦。等一下啦，我的充电线掉了啦，别骑哦。来了。说很没有杀伤力啦。我说你的鸡腿啊，看起来很没有杀伤力啊。阿米去哪里？看吧，看吧。感觉他拿起来好轻哦。他有一块皮掉下来，靠腰。真的假的？好笑。吃鸡腿啦！请你吃鸡腿。冷冻鸡腿，哎、欸，有鸡腿有鱼。来，我可以跟那个谁猫之翼组合了。大鱼大肉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掉皮很好笑。对啊，一张皮在那边甩。哎呀，你不喜欢吃鸡腿就说啊。不是。我喜欢，不是你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等一下我再喝水。用他那个刀子割开这个鸡腿，有没有？哎、伤害真的很高哎、欸，只是他蓝战而已。升降嘞，升得上去？没有用，他就是蓝战。哇！啊，晕了，救我！啊、没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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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好，我说好，不用解释。完了，预算钱又没有，是吃了会死哈、啊，不玩的啦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通通都靠塞。就叫你拿吃菇吧，吃。不是啊，我吃菇，我晕在那边，谁救我？该装耐绝山了。啊！不好意思，上面错开了。嗯，我还有啊。什么还有什么？我的那个御神签。为什么？阿仔。哎、欸，那你要不要看一下，说不定你还有。没有啊，我都有啊，我的显示圣达人 E 啊。为什么你有？你再试一次看看。不要。所以有什么冒犯的效果是这个？两次刚才有血。啊？剩余两次啊？不是啊，他说他御神签啊。御神签啊，死亡次数啊。啊。御神签是干嘛的？增加东西拿到的那个啊，几率啊。
就你的。